真的还有一个，唯一的一个，这个都没按就够了。哎，嘻嘻嘻呀！你养过谁？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收钩藤了。前段时间已经收效一些了。就下面这几条伯母已经来砍掉一些了，现在打算把它全部砍完，先把这枝条砍下来，现在砍回家还要剪，把这些钩呢，这个钩跟这个枝条分开，剪了之后还要晒干，晒干才可以拿去卖的。这个是主枝条，砍断之后明年它又会长出新的枝条，但是现在不能砍，要等到打伤的季节过了之后才能把它砍掉，要不然会被霜打死的。这钩长得还蛮密的，就是这个钩值钱。是过了年头呢，啊，过头。你每天觉得好不好？你有点练毛了，是吧？那练毛干啥呢？我那没干呀，不尿呀，我那。橘子先，上头二百人要啊，二百人买那哪么那么贵买了？也那么贵，要吧？俺五个，我没安个我现在剪钩藤了，钩放一边，这个枝条放一边，钩可以卖30多块一斤，这个枝条的话，就是卖2-3块钱一斤，而且都要干的。哇，这钩好肥呀、啊！这个钩好大哦，如果每个钩都这么大的话，就发财了。我现在剪好之后，还要拿去晒干。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哦。